喂，喂，您好，请问盛总在吗？你找盛世啊？他现在不在，要不然您一会儿再打。请问您是？我是郭兰山，您是？或者有什么需要我转告的吗？老板娘您好，我是盛总秘书，麻烦您转告盛总，股东们都在等着他开会呢。好，我转告他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是让你老实待着吗？到处乱跑，找你半天，出来也不穿件衣服。来，把这个披上。你是不是今天公司有事啊？没有啊。刚女秘书打电话了，好像有什么事找你。我没事了，你快去公司吧。哦。你就这么希望我走啊？啊。那行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嗯。我真走了。啊。我再迈一步就真出门了。哼。你记得吃药啊。哦。阿欢，哎，来啦！把今天菜单给我看一下。嗯。行了，一会儿别忘了给楚楚吃药啊。嗯。六个小时吃一次，现在还剩三个小时左右。放心吧，我都记住了。真的假的？记住？不相信？那行，那我问你，下午1点干嘛呢？给蓝山洗衣服。1点半呢？送咖啡。3点半呢？下午茶。嘿嘿嘿，我说记错了吧？这上面都没有。我还没写呢。行吧，你自己好好看吧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最好定个闹钟，把这些都写进去，别到时候忘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输。放心吧。放心吧。唉，别的女人在生病的时候都知道跟男人撒娇，你倒就知道赶我走，就知道赶我走。我盛总，盛总，您可算来了，公司高层那些人都快炸锅了。你要是再敢往我家打电话，我就换人。蓝山，你姐他们来看你来了。姐来了，那你先帮我招呼一下，我很快就下去。哎，好的。